是蛋蛋。啥？都是木。我叫田文君，这是我儿子田鹏，他于2009年7月18号下午5点左右在家附近走失。田文君，你还我了，你还我了！行了行了，3年了，小孩长得快，变化大，你们俩看仔细了，到底是不是啊？请问我奶奶在深圳工地上举例呢，不是我。嘴里有没有实话？小孩子。他大舅、他二舅都是他舅，刚说是地板的是啥？啊，是啊，是啥？为什么妈妈？我明明就去告你们不理。人民法院为人民，但绝不为你这样的人民。你看不起我们农村人，我们怎么不能把小苗养好啊？哥哥，你没看到妈妈？我要回家。